这是什么？这也是画画用的原材料。我本来想着，我们的7天结束了，画幅画当做纪念，奈何实力不够，所以我们就各自按一个手印，当做一幅画。 倒是像你小脑袋瓜里会想出来的事情。哎，我怎么不觉得你在夸我？好了，来吧，画吧。把手给我。嘿，嘿，好。画哪儿？ 我也来。 哎，完美！好了吗？还不够，还要再来一点。1、2、3。 完美，不会被你画的花里胡哨的吧？怎么会啊？哎，怎么样？嗯，怎么了？画的不好吗？我们再重画一张。其实我刚刚偷偷跟你签了个契约，但红线没有回复。我说过，没关系的。可你的诅咒会越来越严重的。不过就是回到从前而已嘛。这次不一样。 你知道吗？我其实特别羡慕，也特别佩服我父亲。他可以不担心诅咒，毫无顾虑的过完自己的人生，可以毫无遗憾的活着。我也想要这样的人生。红线断了就是断了，是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的。我只想要你在我身边。 好好陪着我，就足够了。嗯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神州，你弄我脸上了你！不行，我也得抹回来。不要，嘿，不要！喏，自己擦。我看不见，你帮我擦。沈总，擦脸用的是手，不是眼睛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给你擦。 好啦，那我也帮你擦。嗯，你讨厌你。嗯。干嘛？我饿了。你怎么生病之后越来越像小孩子了？难道还有什么返老还童的副作用吗？